Hello， 熟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浩轩，然后在这部戏中饰演明夜。大家好，我是郭成，在戏中饰演风寻。前两天我们在一起拍了一场戏，其实就挺难忘的，喝酒的戏。然后那场戏是，其实拍到后面，因为我们平时私下就还挺熟，就笑场了。但导演觉得那条很自然，然后就保留了。其实，对，那个还挺难忘的。就是跟郭老师一起做这个采访。哇哦！非常荣幸。哇哦！帅气，性格好，业务能力好。因为不玩的话，一个礼拜吧。当一个摄影师或者当老板，老板有钱对。当然考虑了，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最想成为剧中的玉明叶老师，因为我觉得玉明叶老师特别帅。你看那个，这小发型，这服装。ランキング1位を続々獲得、ヤン・チャオユエ、シュウ・カイチョン、最強ビジュアルスター共演、陳情令監督が放つファンタジーロマンス時代劇。多くの人間が霊力を持ち、修行に励む権限大陸。強大な霊力を誇る天才少女、ホーブは、彼女を妬むサセイランにその力を奪われ、異世界から来た魂が入り込んでしまう。風之神、这是哪里？記憶と霊力を失ってしまった彼女の前に大陸を掌握する一族の御曹司君臨炎が現れる。彼はホーブの元言い名付けだった。送我的？不，随手挑的。是不是还喜欢凤舞呢？自作多情。长得帅的男人都靠不住。失った霊力を取り戻すため悪戦苦闘するホーブ。我要是能服下玩有火的话，但如今你又一再挑动，凤舞，你到底想怎么样？君臨炎と敵対する暗夜幽帝の御名屋。凡是君臨炎的东西，我都要。我喜欢的人是小仙女。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那一次，我就该彻底结果了你。是他。既然看不惯这世间的规则，那就努力做个强者吧。やがて覚醒する力。你到底是不是？我们之所以要变得更强，只是为了创造和守护自己最珍惜的东西。我可不能遂了他的愿。結界に亀裂が生じた時、愛と正義のため立ち上がる。不。谁让你为我挡的？不要怕，万事都有我在。多等一次花开，要落一身霜。还是有可能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我都会陪你的，永远。さらに明らかになる巨大な陰謀。我不能看着我心爱的姑娘就这样死去。ヤン・チャオユエ、シュウ・カイチョン、陳情令の監督と人気キャストが結集。壮大なスケールで描かれる愛の結末は、ホーブ殿、ダンスオブザフェニックス。